进来来，大姨要放过来，来五香门口的巴西辣，动作快啊，这个不用杀了，你回去直接煎就好了。来100块来，我所以准备帮你包啊。来一百块来，大姨啊，来别一百了，来我巴西辣我来，来100块进来，三百买着来。来蟹管肉，来100块，拢管了呗。今天有蟹管肉吗？来，蟹管肉还没到货，还没到货。200的给我一包。哦，这边200呢。蟹管肉，下个礼拜才有蟹管肉，还没到货哈。来，小七。天气太热了。来，雨大。天气太热了，螃蟹还在睡觉。来，小姐要赶快。这个不用考虑了啦，哪有十条卖你100块就把其他的？来，700块来。那个上个月天气还冷，把其他的几把。对啊。我讲我白白啊。把其他几把弄完啊！来啊，三哥抓嘴啊，别白阿几毛嘞。来，我慢慢来。100块有余啊。那你也是要卖一些啊？100块啊，借你来。借啊，你也留一下出来。我两箱啊。来，别吃阿几毛来，开2000块我都，我多。看只板头的，大只无？这只老500块，来要只开2000块来。哇，什么人呀？冰的又干的。哦，要选这只老600，来2000块卖你多多好呢。然后要只红钱的来，我要选真的很大只，要只鳗鱼呢。好了，鳗鱼我刚买买的。来，谁要吃红鲟的？这公斤呢？这顶板头，搁不一定搁会食到啊大只的。比较大只，来一只3只，等于吹等于杀，1500了，来1000了，1000块来，红钱大买哦，这大只，这3只千了钱嘞，2个买了，讲真嘞，较顶下要食大只无啊，恁2个买了，来1000块来，1500红钱，大只嘞，多放啊，搁卡，买着福气，无买着唔好受气。你搞来一只汤锅，来两个人去吃啦，1000块啦，1000块，拢准备了红鲟，来阿姐阿姐红鲟吃，今仔红鲟大只哈，紧来哈，我是先了解有刷点朋友诶，因今仔未出门吼，我今有啥物件，红鲟母哈，紧来嘿，来好，阿要吃椒麻鸡腿排，来谁要椒麻鸡腿排？今天红鲟不错哦，来200块我来，椒麻鸡腿排很久没卖了。来一个人6只200，8只200，10只给你200块，椒麻鸡腿排这么贵啦？对，煎对烘对煮对气炸锅，来200块来。所谓椒麻鸡腿排就是香嘛，诶，马哥哥，哈哈，姐姐哥来讲啊，这香哦，烤腰椒麻鸡腿排做嘛香？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位了，来椒麻鸡腿排还有谁没买到的 ？Hello， 来椒麻鸡腿都有了，好，来加咯，OK， 加香没加嗨？来国龙走，来500咯，这样子包你啊，我得。夜温差大，暗时啊一定爱煮一下汤来补一下，这样一包免几啊，我200，别吃几包，别几包，100块完了，100块来。100咯，一包咯，来100块来，阿伯不要笑来，牛肉炉，来100块来，进来，包阿伯你100块可以喝炉，来100块来500咯，袂卡紧的哈，不介济哈，来100块拢准备了呗，牛肉炉，都买到了哈，都有了哈，来牛肉炉都买到了，谢谢。桌面搞不好。来，阿要吃葱抓饼来。葱抓饼卖俾500，葱抓饼卖俾400，200。来，100块，谁人一包来？心情好起来了，起来你终于点了。来，葱抓饼我。来，100块俩，阿哥有三包俾条葱抓饼呢。来，小姐别来。香。有吧？来，100块来，阿哥有三包俾条，你要一包就好。来，100块。都准备了，最好一包两，葱抓饼来，赶快，好吃里面有10片哦，1.5公斤，来挪威进里面来，多少钱？等一下卖一下，一人几份200块完了，今天不用400、300了，刚刚这3袋鱼啊是啊，给你200，4袋哦你，5袋哦你，真正大袋啊，用烤的用蒸的，来200块来挪威进里面最后一位了，这样200而已，
最后一位还没有买的举手，我请一片通通没来啊、哦。来，阿姨慢下。来，阿伯讲五三万的来。我要万。一千块我得，来恁两个人给买买都有大只无？这才四百块啊。下去。特价五三万的，来一千块来三只恁来，一千块五三万，过来要讲五三万吧。那下一千个不要买哦，阿伯四只恁来。阿姨。真正大只。一千块。来两个就好了，来一千块来五三万，要吃一千块哇，上面吃五三万，有了吼，好谢谢，我高兴回款，我爱收款的啦，太贵啊，来要吃海北的来，开五百开四百来三百块，五个人给买一半，四个人给买一半两百块哇，两百块来海北的来两百了，来大哥要了，赶快，一人一份两份随便你买啊，吃不够买两份。台湾长下一见面，五只签就一个要四千啊！您真正唔知行情啊？大家看怎么看？看人吃得，下来有要吃的来两百块。最后一个人去海白虾还没有买的举手。来一千。最后一位，都有了吗？来四包三来，多你买一杯吧。一杯最后一箱啊，无啊。不过来就要等缘分啊。来，这什么给摆？来牛澳两鸡腿排200块来。谁要的？谁要的？我们开箱啊！我袂到紧的，来四支哦，你来，来六支哦，你来，来八支哦，你来，来三个，来九支、十支哦，你来，来两百块了。阿木拿一瓶饮料给这个哥哥，赶快。啊，有了，我可乐在那边忘了拿了。哦，好来来，赶赶哥哥进来来。哎、欸，那瓶我的。哎，我开一罐蜜露花而已。哦 ，OK 啦，我明白了，买晒了，买晒了。四支、六支来。来八支来，九支来，十支哦，你来，牛二两支的牌，来都买到了吗？你怎么没有穿呢、啊？还有没有人？没有在车上啊，下午再穿的、啊。你穿啦，你啦，因为暗班。他是做的。啊，冷爆过来了。那件啊、喔，那件还没有，那件还没干，昨天才洗而已。来冷爆过牛二两支的牌，来上面快点。穿什么衣服哦？对啊，两位喽。我无聊啊，就会做那些微博。来，对啊，来七支、八支、九支来，十支哦，你来，两百块，安尼拢看了未？给你买，最后两个人给，阿妹妹举手，有啊，拢买了啦吼。来，恭喜你，二，阿哥来要吃飞大，要吃红梅。来，小姐呢？买谁红梅无啊？最后一盘来，妹妹我发，妹妹七八来，三百块。四个客人吃，乖乖啊。早安。无啊，这大料的红梅，真红梅，愈来愈贵啊。我赶快买恁箱，来买三百。200块完了，四个人吃就好了。两份来，打100块。你若卖较紧的，人买两份啊。正常的。买我无方便啊。多少？是方便，真。两份来。方便，别看钱啊。拢我拎啊，来了，喊你两份，咱结束啊。要郑州的红龟。郑州的，大哥要郑州的，阿小姐要红龟。在一起啊。小姐嘛，要在一起。好。过来，在一起来。啊，我怎么这个没加冰啊？啊，等下我冰得了。来小姐呢？六小姐一点六元。来小姐，你一点六元。红梅大爷，咁小姐一点六元。小姐。我整天无话过年，六元。来要食白带鱼来，两块哦，较紧嘞，今仔卖买500，卖买300，来200块我来，200块来白带两块，今仔五袋3块啊，6袋哦，你7袋哦，你7袋哦，你不是4包，来200块来白带鱼来，用真的用行，哦，拢够好食。来200块啊！对，用过来，不要紧嘞，给它吹出来啊！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来紧嘞，上车别着来，来200块拢快点呗，你对，用过来，200块来，上车买上上，快，最后一箱了哦，你对，200块来，有人不快点吗？是拢买着啊？没错，来200。几啊几个无关着？来4袋、6袋来，真正水的；来7袋、8袋来，200块，搁袂济了。袂多来200块来，大还袂买着了。来，紧嘞，大你算钱较慢嘞，好无？你安尼我做你紧张嘞。来，袂多来200块来，200块都有买到了吼。没有了吼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伯加龙血鱼来。两个都要。那龙血鱼存几袋啊？加两盒。来买500，买400，来300块，一个买了，300块来。没有啊。都无你啊，无啊啦。没有。真的好吃啊！哦，你也要呀？哦，好，我再出。还有一样的。纸箱要保利龙虾，大哥。哦 ，OK， 来，没有买到的我还讲，不用买到300了。你们没有买到龙血鱼没关系，这些人他这点担心嘛，多加来200块完了，这个不用买300了。来200块来，6片给你。
啊，七个给你啦，吃一礼拜啦，一个全部30块来，200块拢可以，来200块来，200块几嘞几嘞，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来，几嘞够你，安尼200尔，要吃较紧嘞，越煎越脆，来200块。来，弟弟也要哦，赶快来200块了，来200块来，龙姐买200了，200块袂使问问题啊，来200块来，还买1000块咱问问题，什么代志啊？买啦，我来揪伊买啦，会揪伊买，都买到会揪啊，大蛤蟆会揪，来200块，我讲咩了哦？烫掉嘛，揪伊嘛，讲话哦，讲话要收啊，来谢谢，揪袂无啦？好啦，小卷好啦。对啊，什么物件拢会揪啊？揪我顶呀！大梯啊，梯啊，都会煮袂揪俩，出来拢会揪。啥物拢会揪？去查考都会揪啊！来，嗨，早安！来，要吃小黄鱼啊！这其实不是小黄鱼，这野生黄鱼就这么大是正常的哈，只会霸凌大杀。老贝起来开沙发，变火力大贝丢吧，哪边火吧？来200块完了，小诶真空黄鱼，意大利面，这已经杀好了。2只200块，小姐要哦。这两杯给我，蛋款200，四杯给你来，黄鱼200块来，给你蛋的买对，对对对。这边相对真得啊，这样开好啊，来最后两个人给你，黄鱼没有买200的啦。来，大哥要了，赶快。来，黄鱼200块来，来最后一位喽，黄鱼200块，200块的黄鱼，不客气，200块来，黄鱼来，黄鱼坐我来，还有那什么大哥。哎，别别，你有问题吗？可以啊。啊，阿伯，你搞什么？一起收嘛你啊，这是我紧的。大黄鱼200拢冲得了诶，有啊吼，白色卡白色卡，新毛有无啦？有人买着黄鱼无？加两只来700块，小家庭来搞买买，来七百，我来加起来。哎，你不是买200了？没关系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啦。看来我也无买鱼拢来空啊。来，有人点汤包。来，小姐要不要卖啊？来300块了，什么呀？小姐，你叫几个？你叫几个？你讲。来，帮我找7本。来，300块不要钱。哎哎哎哎哎！来，300了，300块，三包最后一位了，都有了哈，1包50块，你今天2包一起卖。来，龙中华啊！哎，幽灵哥，今天去找小姐来呢。来，再去啦，再去。哦，我全龙后台来，还没多上倍来，摆下来，来，这样来，小姐来，谢谢。来，别讲小香肠来，超好吃的哦。来，一个人15条，不用买300，来200，100块完。别讲小香肠，来100块来杀人，给别人去洗碗，一个15条就对了。对对对。来，小哥啊，500块来，3个人给搞买买来，大只来看好啊，只有水无？不是大只呢，先多个水。来，500块来，来3个，我看恁两个买买，好啦，免买个3个，2个客人买就好了。来，500块来，来弄我哩，弄我哩，来最后一个人给小哥啊，来500块来，500块超漂亮的，来小姐要哈，来500块你们要不要？来，今天来小哥500块来，500块来。小哥，500块来。那那边往鳗鱼，鳗鱼要加钱嘿。来500块来，赶快两个人给买买来，赶紧的。来500块，这下等下我来处理，这下这下这下。赚钱哈。赚到800啊！赚到800啊！来，赶快两个得啦。800啊！还在要。然后请教水源的小哥啊，来，我水源小哥啊。可以报备吧？来，阿哥上门关掉来，小哥。500。够有啦，够有啦，够有啦！给我，你削就对了。来，削哥，500块左右。500块来，来，削哥来，来，500块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啦，我是5只一起卖，5只一起卖呀，我知道，1只300啦，1只300。来，500来，最后结了，给削哥啊，弄中标，弄中花了呗。小卷都拿到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。小姐可以给我一个袋子吗？好的。1只300啊，我就2家了吗？这下，我解释一下，那是五家，做位袂靠遐少。没关系，好啊，没关系。是嘞啦，是嘞啦。来。啊，你也是嘛，好啊。你也要两家嘛，对吧？一家300，对哇。啊，这不是200啦。来，要吃飞机价的200，互恁大家买对无？你要几只拢不要紧，你要几只拢不要紧，一人2100哦。好假哦！我袂食物件，还无啦，买条条麻，遐边啊搞差无？是要麻啥？你差？
大五一个，两支等于真来，100块来，快点进来。100块来，花枝卷手工的哦。没有快200哦。100块来，来三个。100块来，快点进。进来。一个人那么大条，2条100块，随便卖，这几条好吃，但是不够卖你2条啦。我这是拢4条都会卖啦，来100块来。100块花枝卷，真正好吃，要真正的哦，要味道。来100块来，飞机见过哦。再来会连车顶也袂落来。来100块来，飞机见来，三百块了。最后一包啦，都袂晓买就无啦。来100拢买了未？爹要出买多少？哦，我拜三拢换200，结果你拜换100，好，把电脑你带来买，我袂买吗？来，上面吃要做排骨皮啊，我200。等我100块给我啦，100块啦，一包苹果啦，再做排骨来，100了。他的一包。来，100块来，300块了。一包，兄弟，一包来，有糖排骨，加热就好吃了，100块都拿到了哈、哦。有了哈、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好，阿贵油麦来哟，吼，要吃无同口味的对啊。来，一包同款鱼啊，我200，变来同款100了，100块了。100块来，羊肉卤100块来，这边有肉咯，来100块得了，不用削了，来100块来，有肉咯，买100，一人吃啊，给1包2包，就在里面，来100要吃蛤蟆哦，要吃蛤蟆来，才能传到二啊，来羊肉卤100块，有人要吃羊肉卤无？都有了吼，阿姨你即摆是下杯盘出来欣赏一下，得钱，紧客出来，嗨，你答应面，你家是要卖两杯啊？拿回来了，在后面。喜欢吃蛤蟆的来看一下有多少不？今天不要买100了，来要吃蛤蟆来50块还得，50块来五十，跟他欢迎加班来的。今天只来50块来，你拿50唔买，我要卖100。来蛤蟆50块来，一人一份、2份、3份随便你买。来蛤蟆50块，拢准备了哈。来，我有几把那个分给你啊，弟弟来放上来，弟弟东西放上来。来，今天来50块蛤蟆拢有要吃未？好也好，来50几也要吃。九个，好也九个，拜拜。蛤蟆9个了。有啊，够完。哦，好也就8个了，这样。哎，10块2个了，150给我。这个我卖2条300啊，大小的。来，意大利面来200块我来，200块来。这边意大利面进哦。今天只有这2箱，再多没有了。来200块来。意大利面来4包来5包来6包你来200块有少无？来搁送你1包来，来2007包你来200块的意大利面来200块来。啊，搁有啥物食意大利面？来200块来，来200块，搁有啥物意大利面无？都有了吗？有了，谢谢，那直接下样喽。好，谢谢。谢，说出来。来，谁要吃鳕鱼的？赶快动作快，没几千，没800来，我怕破完了，500块来，快点。等你。好，我知道。哦，高的呢？哦，高的。高的哦。高不？来几个？对哦，你来。一头乌啊，多乌啊！来，细节来，赶快来，细节个上你啦，来啦，一个人5片的。来，鳕鱼500块来，赶快动作快哈！要求短点呢。来，500块够上面加蒜钱，来，赶快哦。来500块来，鳕鱼面500块来，这点够你来算你，够三百倍了，两个人给倍了呀！好，谢谢，感谢你们来阿边吃馅饼，我鱼头，虾饼，来馅饼面200块，葱肉馅饼哦，这是几把哦？这两一包面200块了，这来这有三人，要吹瑞真真正好吃，尤其这白煮，大家吃着拢挑嘴，100块完了，要几包金面？来100块来，大概要2包。来馅饼100块，你先买一包吃看嘛。来好吃的像人八只粉拢买2包，你没有买过一包就好了。来100块弟弟，来找你400块来，来大哥啦，慢些谢谢。来100块俩，来这里有很多包都一，我大哥2包的。来100块来馅饼，猪肉馅饼，你叫好吃啊。弟弟来这边两个配料。来100块俩猪肉馅饼，来100拢准备了呗。100块都拢准备完吼，哎，钱是好呀，你有客无？客你爱客啦，钱莫伊袂要袂开，我客买就买啊。来，吃讲完咧啦，一包是啥？一包是你的，大你买呐，你买2包呀？哦，拿通通先，你个一包我来。哎呀，那
白的。贡丸要，我操，要馅饼，不是贡丸。来，阿过来一叫哦，来贡丸国外人给来七八过来。来两位。我的贡丸超级好吃的，没有买过一定要买买看。出坑的萝卜，来七八过来，就要七八。下店。卖掉一杯。贡丸，卖掉一杯。那两一包。鸡尾酒呀。来贡丸七八，各位咱们吃贡丸吧。好啦，慢点来，五个人先甲包完。五个客人，来爱鱼头来啊！大阿，你鱼头要一箱啊，要两箱？你若要一箱，我就卖看啊。好，鱼头啊。好啦，春天麦克讲完。来，要吃龟头的快点，只有一箱啊，只有一箱，没有第二箱的。哦，因为今天东西蛮多的哦，蛮多样的，所以哦，数量无介济。有水吧，这鱼头红鱼，水当当。来，要吃三百，要吃五百面，来200块，200块来。一粒哥哦，你来，一粒切两粒哦，一个人两颗哦。来，200块来龟头，来200块来。一粒来两粒哦，你来。来鱼头200块，我上次你输人对吗？哈。总共买两样啊，等于你免剁啊，这边贴边哦，菜都切了出来，中好价，中好诶。来两百块，够上百块了。有啊，拢百了。下一场压头发，龟头的，你两百，一粒呢，是两粒呢。你是明灯啊？二来，你要股票，我才能压中华队。来，阿三买鱼饺诶。还没收工啊？鱼饺来，鱼饺。鱼饺免500，鱼饺开400来，同款六个人加买尔哈，这样开200块啊，那鱼饺。谁要鱼饺？不用200。要吃鱼饺，你大家要来700块来。大家来吃，那鱼饺我没得卖100啦，因为这真的很贵，你外面买真的很贵，6颗就50块了。来，一包吼，6斤块5斤重，比咱比较900块。好，乖，我叫你哈，来100块来，进来6个客人吃来鱼饺，100块。我真正惊到的，花700块给你买呢。来100块6个，来这样你不要进来100万得，嘿，拍谢。来6个客人来把包完了，来小哥500块来，我这边500得啊。我这边2个，姐，来6个包起来啦。好了，来最后姐小哥站位，来进来500块来，通通卖了啊，小哥。我不是那么多。来谢谢，你不要姐，我不卖，你姐较少的啦。我无袂，今天较少，笑话就是500啦，谢也歹势。是我是笑话梗啊，我本钱都无少啊。来，阿哥要食啥话来？蒜头多呢啊。啥话？你叫哪话？蒜头鱿鱼。蒜头鱿鱼。好，来要食蒜头多啊，蛋黄。我随便来。来，500块来，这里。来帅考德卖杯500，卖杯700、300，来200块啊！都属于头头，直接收两个啦。来一人就来200块，管你要怎样？开玩笑。200块，我你要开。来后边买啊，今年啦，来200块是先甲加来，就系啊啦。来200块都，我话我系你正加台，伊就去新的出来系啊，你就来200块来，帅考德来今年。